你唔好再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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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唔好再咁
追我九條街係嘛？
になったようだね。どうかな。识得我咩？哎，好啦，你跟我翻去啦。咦，你好新手喎，不过可惜啊，我唔会跟你翻去嘅。系咩？八德荣先生。是不是死黨先？咁梗係啦，唔揾你幫手做咩啊？咁就可以講老實説話啦。嗯？我驚你今日冇咁順利啊。哦，你驚我爹哋知道我結婚嚟搞破壞啊？唔會啩，咁秘密。都唔知點解我爹哋咁唔中意佢。
唉，点都好啦，结咗婚先算。我唔系讲你爹哋啊，我讲新郎哥啊，小姐。放心啦，我前几晚先同佢讲个电话，佢仲问我中唔中意结婚礼物啊。佢喺香港搞掂新屋啲嘢咧，就会飞过嚟同我会合噶咯。唔系啊嘛，你结婚咁大件事，几日冇同佢讲过电话啊？有啊。不过唔知点解打几堆留言信箱啫嘛。留言信箱啫嘛，冇理由噶。日子時間佢定嘅，so 班機 delay 咯。咩事？我打去航空公司問過，原來班機喺4.5小時之前已經到咗噶啦。或者你搭咗第二班機咧？我哋 check 過曬其他航空公司噶啦。可能佢唔中意搭飛機，中意放飛機咯。仲有啊。下面話我哋過曬鐘唔可以再等啦，咁點啊？幫我取消佢，好曬你哋。今日结婚，今日几多号啊？哎呀，个锁系我装，我梗系入到嚟啦。我系呢间屋嘅室内设计师。哦，装修个不大用啊。喂，啲嘢搞掂晒噶咯，你仲嚟呢度做咩啊？你都知搞掂晒啦。做咩啊你？做咩啊？你做乜嘢而家？我搵你老公。咩老公啊？我未嫁噶。未嫁或者你同居咯，你仲行啦？我都唔系好想行嘅，我想坐喺度。你话俾我听佢喺边？我做咩话俾你听佢喺边啊？你而家亂闖私人地方，佢揾人拉你噶。咪咯，報警啦，即管報警啦，睇邊個犯法。咪老實話俾你聽啦，我收咗美琪啦，283,7695啊，啊，睇下，睇下邊個簽名。點會咁噶？我都唔知啊，大佬啪啪聲啊，空頭支票啊。數？喂，數緊而為。喂，你攞張真去邊啊？喂，張偉思辨識啊，攞翻嚟。喂，你講我信噶啦，我點知你講啲係咪真噶？我真係發覺你兩公婆天生一對嘅，一個玩失蹤，一個玩無賴，話俾你。你又無賴啊！仲俾我揾唔到機票去動物園，哇！有錢去動物園，冇錢還債，你正係高級無賴嚟嘅。咩啊？有錢係富貴自己，陰質係人哋。我聽，好彩你唔係男仔。咁啊點啊？如果我兜錘打你360，再加你個782轉體嘅啦。咁好數口，唔好去做貴你。咁好打去到打手啊！扮做咩嚟做裝修啊？我係 designer， 我識計數，唔該你麻煩點樣 check 我？話俾人好男不與惡婆鬥，話曬我都係 designer， 我有修養。你的登機證現在可以上機了。 Thank you。 我不是跟他一起的。你說笑。給我啊，你為什麼跟著我？去日本旅行，我們老公啊，你立即老千家族來的。你究竟想怎樣啊？想
咁點？唔跟你跟邊個？人衰行路打到褪 ，lift 又坏埋，你估你黑定我黑啊？我嚟啊！哇，系、哎、呀，喂，真系使拎咁多嘢啊？你谂住移民啊？唔翻嚟啊？不过话时话，如果移民冇嚟拎一个 keep 咁少嘅，喂，但系呢个 keep 青 BB 都唔系好衬你嘅。你中意绿色啊？喂，哇，咦，原来一个。哎呀，咁蠢嘅，一早咁樣拎咪得咯，真係。喂，話時話，你唔講嘢咪會口臭嘅咧嚇。問埋呢條啊。哎，喺呢度啦，高橋裕二啊，明你。喂，得你見到佢斯文啲啊，追數還追數。啊。追數啊！快啲還錢啊！是不是搞錯了地址啊？吉屋一間，連屋都搬埋。喂，佢是丈夫嚟噶，你都知啩？我唔知啊，佢連結婚嗰都冇嚟到啊。Sorry， 高橋，咩人嚟噶？你識唔識佢哋噶？唔識噶。宋偉樂。誒誒，執到執到，佢講咩啊？你捉我哋喎？唔係啊，搞錯喂！我諗你搞錯喂，同佢講清楚搞錯我哋啦喂喂。你都知㗎哟，今晚真係同人家嚟住，我哋先話搞幾耐㗎哟。喂，你咪同我哋講咗，叫你唔好打㗎啦咩？講咗啦。點解唔打㗎？講咗未㗎？講咗啦。Welcome to Tokyo.
ございま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メイシーさん。私を知ってるの？ユージに頼まれて私を探してるの？彼はどこ？後でわかるわ。喂，你识佢噶？好彩我突然出现咋，如果唔系你真系大剂啊！喂，头先嗰班友咧识中国功夫喎，几犀利噶，有机会同佢接触下先得噶。喂，同我讲声啦，多谢啊喂，吓。ほっといていいのよ。面倒くさいやつだから。讲咗啦。啊，系啊。佢叫你收声我。佢嘴冇喐过，佢笑一笑啫嘛，你屈到笨啦。我一定教你噶，我都识日文噶。Hello Hello 小姐，你好靓啊。收爹啦。捕まってて、また落ちてきたわ。Mrs. 小姐，欢迎你安全来到东京，帮我夹住下呢嗰班马里佬。系，知道啦。我系想上面倾。请坐啊。点解你个个都识讲广东话嘅？你哋系咩人嚟？佢哋博使命同廣東話，佢哋聽你羅曬啊嘛！你都係啦，中午快啲落開，得啦。我叫林貴仁，中國人，阿里沙，早百合，大早救你嗰個叫直美，佢哋全部都係我助手。阿魯日本人，老闆娘夏威夷日本人，我哋全部都係好人。This is my name card。林贵人，咦，你系私家侦探嚟噶？长话短说啦，今日袭击你嗰班人就系东京神户组组长伊藤武嘅手下，佢哋捉你嘅目的系同你未婚夫高桥如意有关，所以你而家嘅处境好危险。切，你讲我哋要信噶咯？阿 Miss 小姐，你唔信我都冇办法，佢哋一早已经派咗人嚟香港揾你，但系估唔到你会亲自送上门。诶，呢边啊，唔该。点解你知咁多嘢噶？再多都知。譬如話你幾揮得下咁啦，你又知？點解佢哋要捉我啊？點解你要監視我哋？佢哋捉你同我監視你嘅目的都係一樣，希望喺你身上面揾到高橋。高橋有啲咩問題？老板娘，系呢个古仔要由个零两个星期前开始讲起。话有攞到我未啊？咦，好衰噶，你都话仲有五次咯。嚟嚟嚟嚟嚟，唔好争，唔好争，唔争。哎，开门，开门，唔好钟响，有生意啊，快啲。有，系啊。使唔使飛入嚟啊？好趕住玩啊！喂喂喂！哎呀！喂，出到出到！
誰だか知ってるか。こんな形は見えないよ。日本最大の組織、神戸組六代目組長、伊藤隆。隆じゃない、たけしだ。変な名前だから。日本語もろくに喋れないのに探偵やってんのか。俺は気に入ったぞ。悪かったな。俺は頭を使うんだ。だからお前に頼みに来たんだ。堂堂一黑帮首领，手下咁多人，使嚟帮衬我，但谂深一层又唔出奇啊！你啲老婆将佢勾佬喎，俾自己兄弟知道咪好冇面，咁搵个日文都讲得唔好嘅中国人嚟查，万一泄漏咗出去啊，你都唔会信啦，大不了咪杀埋我。来了。高級来了。君が今日撮った素晴らしい作品を俺にも見せてくれないか。いいよ。只不过好快俾我查到呢个高桥裕二啊，系一间美资投资公司嘅亚洲总裁，时时喺香港、美国、日本几边走。佢捞得好掂，有几个日本黑社会都系佢啲大侠，包括伊藤同埋美雪。てるやつって助かったよ。仕事の話はこれで終わりだ。今夜楽しもう。ありがとう。雖然我係私家偵探，但我份人冇乜所謂嘅，有錢揾就揾噶啦，最緊要大家開心。紹介するよ。彼は林隆人さんと言ってね、中華街で一番有名な探偵で、僕のパートナー。何かあったら面倒見てやってくれ。あ、そっか、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やばい。我都觉得奇怪的，周围同人讲话我是他的好朋友，仲话系 partner 添。嗰日我翻到侦探社，伊藤同佢啲人已经喺度等紧我。我正想话将啲相一相移埋，谁不知我都收到了，随便我收到我的女儿高橋としては逃げた。お前は高橋を最後に見た人間だろう。お前高橋と親友らしいじゃないか。
つは今どこにいる？知らない。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ああ！宮本。后来终于被我查到，原来呢只美雪咧系伊藤身边最得宠嘅女人，佢一直帮伊藤掌管神户帮里面嘅主要财政，所以帮里面大大小小嘅事情佢知道得一清二楚。今次同高桥走佬唔单止勒咗一大笔钱，仲攞咗帮里面一样好紧要嘅嘢我嚟做护身符，至于系咩我未查到，佢哋又唔知去边度疏忽啦。我啊舐咁屁，事关全世界喺度刮紧佢哋，包括同佢有拉楞嘅人，即系我同埋你。总之高桥一日唔出现咧。我哋都冇好日子過，傻仔嚟嘅，報警咪得咯，咁簡單。阿邊個嚟做盛行？乜邊個啊？北大勇先生，我 designer 嚟，怪唔知冇乜分析能力啊！你當我傻仔啊？我早就報咗警啦，總之冇死人冧樓，佢咪同你備案咯，得關人理你啊？咁係，你又咁醒，你搞掂噶啦。而家我哋搭埋一隻船，希望你可以幫我手揾到高橋出嚟。林貴仁先生，你估我信唔信你講嘅嘢咧？信唔信你自己決定。咁大劑啊！哇，認真 bad taste 啊喂！有好嘅唔揀揀件咁嘅嘢，好彩你未嫁俾佢啊！真係。哇，你咁講嚟噶？乜嘢啫？我費事人哋傷心啊嘛。你收地啦！要揾笪安全嘅地方俾你休息先。出世，美國長大，呢啲我全部都知啦。佢喺投資公司究竟係做咩生意？我唔知喎。我喺日本讀書嗰時識佢咧，佢已經好叻噶啦。但係佢好少睇佢啲公司。咁你身邊有咩親人朋友咁咧？佢冇咩朋友噶，親人都唔喺度。佢有今時今日咧，全靠自己得翻嚟。佢最近有冇同你提過有啲咩麻煩？好似佢啲咁叻嘅男人，有咩麻烦自己都解决到啦。离谱，讲四句都赚足四句。唉，咁你平时倾啲咩噶？我哋平时倾啲乜嘢唔关你事啦，系嘛？啊，不过佢好有修养噶，唔会乱咁讲嘢。有修养你就知，你平时冇同佢倾偈，有冇了解佢就话嫁俾佢，你系咪噶？而家系你嫁定我嫁？即是你一直都不知道他跟日本的帮会有来往，更加不知道他跟帮主的女人有路。我怎知道啊？或者忽然间转了口味呢？ OK， 我跟他一起，因为我喜欢他的钱，你答我啱唔啱听啊？我听日就要回香港了，就当我没认识他这个人，你都不要再看他。 Sorry 啊，我帮不到你们，我休息。不如你刷牙先啦。喂，你咁讲咩意思先？我想帮你啫喎。你口咁臭，刷牙先啦。我翻房先。大佬，系啊，大佬，系，我真系会还钱。你系，我知。我再讲一次，我真系会还钱。但系咧，我真系俾人害，我翻嚟分期。你唔好讲粗口啦，嗰个女仔，佢都好惨。喂！早晨。咦，有衫换嘅，搵翻阿娇啊？我冇晒事噶啦，我今朝去咗买衫，准下自己咯。靓唔靓啊？靓啊！赞我靓，请你食早餐啦。おいしいですか？おいしい。Thank you。哇，使唔使啊？把悲愤嚟食量啊！
喂，你差唔多要搭车去机场噶啦，我咧就夜啲 shopping 先翻去。但我冇理由掉低一个人唔理噶喎。啊，一样系咁啦，等间搭的士去机场，使乜惊啫？咁啊系，条命系你嘅，你都唔担心，我使乜担心？啊系。埋单啊！俾你噶。俾我？记住啊，332335，提款密码嚟噶，户口度咧都仲有十几廿万嘅，但系还住俾你先咯。喂，咁即系点啊？咁即系当系帮阿高桥还钱啦，定你借俾我？点都好啦，成件事都唔关你事嘅，咪就当我帮佢还咗钱俾你先咯。仲争嗰笔咧，我就冇啦。如果第日真系见翻佢咧，我一定会帮你追佢。332335 33 23 35都唔错啊，几好啊。都话唔讲咗俾你听噶啦。不过炎夏低日粗咗少少，不过点都系我都收起佢噶。够唔够钱啊？够啦。那里的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彼には帰ってもらった。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死白背，早知你有警棍。どうぞこちらの方に。こちらはプライベートオフィスですか。何かご用ですか。何を言ってるか分からない。帰ってくれ。はい、メイシ。元気。は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いいよ。お疲れ様です。どうぞ。があったら赤川さんと連絡を取るように言われて、いなくなったんですかね。僕も探してるんだが。結婚すっぽかされて、私彼を探しに日本に来ました。彼に何があったらと思うと心配で。大丈夫だよ。彼は何か特別なものを君に預けた。そこからたどれば分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よく思い出してみて。例えばセーフティーボックスの鍵とかディスクとかメモとか。はい、やってみます。 OK、 出てってください。バイバイ。ないです。あ、何か飲むものを聞くの忘れてたね。コーヒーでいい？お前そこで何やってんだ。眠くない？これから僕の言うことに答えてくれ。いいね。はい。咩嘢啦？何莫樣？等等。
上面侧楼，一箭一河入咗去。赤川事务所，好鬼死抵石嘅啫，你系咯，帮我及实啊。系。Hello， 是咪乜声？阿卡巴话声。啊，傻仔有 lift 都唔搭，我系跑楼梯点？上车啦，高手！你讲咩事啊？你几耐？咪喺你第四招神龙摆未跣脚，跟住嗰个大海无量打埋墙嗰时到噶咯。哇！你有冇搞错？睇住我打你唔帮手？哇！你咁挥得，我使唔使帮手啊？哇！你啊精啊！我啊打你啊英雄救美。喂，咁自古英雄就救靓女噶啦，咁你又唔系英雄，靓女梗系我救啦，系嘛？系啊。哇！我睇到日本仔咧，唔知俾啲咩佢饮啊，饮到佢咁样咧。你是 Macy 小姐？是啊。你为什么来日本找高桥？他答应跟我结婚，但没来到。他好像被人催眠一样，说话懵下懵下。一定是喝了美国特务机关常用的 TTTTT。TTTTT？ 好多杯茶。Pill, they tell the truth。你怎么挑我无啦讲粗口？硬挑就挑啊，挑 they tell the truth， 直到他讲真话为止。是一種催眠精神科藥物，可以令人的意志力減到最低，對於一般普通人來說 very effective， 但是對於受過特別訓練的間諜或者意志力特別堅強的人呢，完全沒用。高橋最近給過什麼你？有很多，是一堆婚紗設計圖片、減肥餐單、艾滋測試。喂，你見到佢語無倫次，流曬汗啦，冇問啦。喂，救翻醒佢啦，不如。如果要查，你自己查啦。我查過曬所有銀行噶啦。阿高橋除咗銀行之外，有咩地方有保險箱或者 locker 咁噶？有啊，有一間會所。叫咩名啊？唔知。地址咧？唔記得。屌，乜都唔記得咁死啦！我識去。點去噶？我識去，識講。咁你帶我哋去咪得咯？喂 ，Macy， 喂，你醒啊！仲喂乜嘢啫？你同情下人嚟得唔得啊？人哋弱質旅遊嚟噶。由得佢，弱力過咗就唔會講噶啦。你係咪嚟追高橋數噶？你嚟追數啊，追女仔啊？你唔想水落石出嘅咩？我唔係唔想衰落石出啊！你睇到人哋咁，你咁忍心嘅咩？喂，查案係咁噶啦，暈埋添啦，咁我好啦。阿親都暈咗，我話俾你聽啊，我忍你好耐噶啦，我真係想揼你一鑊噶。係啊，我好驚啊，我好驚你用嗰招飛龍在天。我唔會用呢招啊，我用橫財就走，啄你頭暈噶啦，話俾你聽。呀！我攬起手，我攬住你個脈門啊，攬住攆住。喺度我唔。唔好做住我揸姐啊！好啊。
도가내맛도못깨다我记得赤川俾一杯咖啡我饮，跟住问我好多嘢。哦，诶 ，Miss 小姐，你想点啊？由佢啦，好人当贼扮。系嗰赤川唔知俾咩药你食啫嘛，唔系我哋啊。好彩我哋及时赶到咋。照计阿高桥咧就唔会咁蠢，将啲咁紧要嘅嘢袋喺个身嗰度四周围走。起初我以为佢会将啲嘢摆咗喺你嗰度，咁万一真系俾黑帮捉到都唔敢即刻杀佢住啊。但系头先你同我提过，佢俾你啲嘢有咁多次。可能真的放在會所落架那裡。Miss， 你想清楚啊，要查那些差不多過一段落的了，來日本是很危險的。不是了，我決定呢明天跟他回香港。你真是天真，你以為回到香港就沒事了？如果那件事對赤川和伊藤那麼重要，你猜他們會不會香港找Miss了？給他自己想一下吧。好，我听日带你间会所。啊！哇哇哇！潇洒的佢冲凉，啦啦。美士，喂，美士唔见咗啊！啊？哦，我隔十分钟 check 过一次，但系佢真系唔见咗。咁你沖涼沖咗幾耐啊？咁咪即係四十零分鐘到咯，使唔使諗咁耐啊？佢哋喺前面酒吧等緊我哋啊！嚇聲啊！すいません、あと3杯。かしこまりました。佢飲醉酒冇乜嘢嘛？佢受咗太多刺激啦。哦，你哋嚟咗，快过嚟同我飲啊。叫你啊，快陪人飲酒啦！做乜唔喐啊？唔係好緊人嘅咩？もう飲んじゃダメだって。なんで？もうダメ、本当に。ね？其實佢都唔錯啊，人又靚，人品又好。我露出尾巴啦咩？我露出條尾巴唔輪到你啊！但我處無芳草，罐頭都有啦。呢啲嘢用完抌咗佢咯，唔好再索落去啦。そうそう、落ち込まないで。あの男どうでもいいじゃない。冇咗個男人緊要咯，嗬？我知啊，我係冇咗個男人。我唔单止冇咗个男人，我仲冇埋自尊啊！但系我多咗一样嘢，就系一个永远兑现唔到嘅承诺，真系好唔甘心，好唔甘心。我同屋企人反曬面，一個人嚟到日本揾佢，咁我真係貪佢啲錢咩？真係好中意佢噶。Thank you.
琴晚系咪饮咗好多酒？好似呢边转右啊，系咪啊？前面转左啊，呢边转右啊。我琴晚系咪好丑怪啊？真系转右咧。嗱，唔好扰乱晒人喎、啊！明明前面转左啊嘛，转左转右 ，Miss 小姐。前面转左啊。嗱，系咪咧？转左啊！你搞错咧，都埋包拗颈嘅啫，你话咗转左就转左啦。好鬼死黑嘢嘅你，你话咗转左啊嘛，转系右啫。冇嘢讲，谂个第啲嘢讲啦。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受付ど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お名前お願いします。高橋裕二。こちらに番号の入力お願いします。ごゆっくりどうぞ。好多人都用呢个密码嘅。喂，小姐啊，帮我查一间会所的资料。是。高桥带我来那里几次了。喂，哎，咪住咪住，大家想清楚先。如果 lock 卡里面真的有料的话，比现在更大镬噶。走先啦你。黐线，我点走先啫？人都知道我同你一起的啦。喂，老细啊，呢间会所原来神户组伊藤开噶。走。喂，点啊？ようこそ我がクラブへ。私は伊藤と言います。あなたとあなた、すでに私たちの子分にお会いしました。この方は。まあ、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ではない。あなた方が高橋のロッカーを開けたということはだ。奴と何ら関係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このまま返す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こいつらを捕まえろ。走先，等埋我先。
前面啊！坐稳啦。我九条街系嘛？知系嘛？梗系唔得啦！啊，五姑寒。哇，喺靠害啊你！唔该。喺日本好难买枪噶，点解你会有枪？你究竟系咩人？唔好玩啦，咪阵间走火啊死人啊！真系。你个黑社会大佬伊藤请你查佢老婆，又可以追杀你，点解佢头先唔识你？高桥同黑帮两啲嘢系咪假噶？啲相都系假噶。有啲嘢我唔讲啦，俾你听住。咁唔讲就落车啦。信我啊！呢单嘢两个搞唔掂。如果信佢真系死啦，落车啦。林贵人，你讲系咪全部嘢都系假的？啲相系真，高权黑帮两酒佬都系真。落车，落车啊！不要查下去了，不如回香港啦，话晒自己的地方，有咩事都有人照应噶嘛。我而家唔想跟你回香港啊！呢事系真系假，我都担心高桥安全，我想去报警。报咩警啊？冇用噶，你听唔到怪人讲咩？警方唔会相信我哋讲嘢噶。你识呢个人咩？佢讲嗰啲冇句真噶，你车我去报警啦。好啊。哎，看那边。喂，老细，系我啊！你要我办嘅事我办妥咯，而家机场附近咯。放心啦，总之我收得你钱，我一定会安全送佢翻香港嘅。好啦，等我消息。
去機場。Miss 小姐呢？你識得我咩？哎，好啦，你跟我翻去啦。咦，幾好身手喎！不過可惜啊，我唔會跟你翻去嘅。係咩？巴德勇先生。我老闆神機妙算，早知道你會來機場，加一條路啫，我們一定找到你的。你又是林貴人？好似 A.V. 女郎啫，即系成班咧系拍咸片噶。哎呀，哇！做乜咁大力啊？咦？日本人先唔坐后边啫。收声啊！喂，你日本人嚟噶？收声啊！我最知你咪私家侦探啦，你够惊咩啊？秒查咩你？北大勇私家侦探。北大勇先生，香港人，29岁，自细醉心武术，不过无心向学喎。17岁由香港走到去中国参加国家武术学院，仲先后夺得4届个人武术冠军。咁劲，有冇读错啊？94年喺香港开咗间智勇侦探社，仲自己做埋私人保镖添。有冇咁犀利？有啦。唔好咁冲动，人哋未讲完。在3个月前，你开始收大利银行总裁每个月12万元，任务是假装室内设计师接近高桥，调查高桥的背景和他追求 Macy 小姐的原因，即是总裁的女儿。可惜你还未查到高桥有什么蛊惑，细估不到这件事这么棘手，连人保护不到不得止，人去了哪里你都未知道。他说得啱啱啊？你话时话，点解查得咁清楚嘅你？好简单啫。我揾啲手下查呢啲查嗰啲查你身邊嘅人，特別係你啲夥計喎。沙姐啊，發散啲人揾咩事？係，好方法啦。其實我查過你，你唔係私家偵探。你12歲嗰年同你阿爸移民嚟日本喺度讀書，成績優異。但係畢業之後我查唔到，真係唔簡單。你係卧底啊、警察啊，定日本廉警？點解要話你知啫？咁啊係。嗱，見大家相識一場，我都唔想見到你好似一隻盲頭烏蠅咁衝嚟衝去。呢單嘢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你係一個二打六嘅私家偵探嚟嘅啫，呢單嘢你玩唔起嘅。翻香港啦，我會幫你及實咩事嘅。但我去緊機場嘅咯，你請我翻嚟啫。少少技術上嘅錯誤，其實我哋想揾咩事都係錯，可以咁講。唔好意思。嗱，而家我放你，揾人送埋你去飛機場。你唔會搞嗰陣我？梗唔會啦，我都衰到貼地啦，我諗住執包袱走噶啦。話時話，你咁神通廣大，有仔對嚟？撇你啊撇，唔好問咁多嘢。哇！得啦，唉，鬆曬啦啲部下，真係要鬆嘅鬆。係。我引你来，边话我唔打你咧？我啲仔都唔好落，嚟啊！死仔嚟啊！恩将仇报，我惊你啊！你就知啊，电你添啊而家。
爆你个鼻，擦盲你一只眼，我睇你点样做死咗。都唔系，好憎听到你讲嘢，先扣你喉。你又讲唔到嘢好嘛？嗱，讲我讲，唔好打面啊！几位贪靓嘅你，我信你啊！一张手报，我系中日混血儿，隶属国防部国际间谍科，即系日本警视厅公安部外事第二科警视证，唔系好明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即系好劲。咁都系嘅，如果唔系冇理由我查唔到。喂，话时话你个 pass 系嘛？我最中意我 pass 怼住人块面嚟讲嘢噶啦。啊，原来真系人哋狗仔队喎，你都算聪明啊，识得问我攞 pass。人咧就唔可以睇外表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高桥系咩人？落入俾美时饮嗰个叫赤川，佢同高桥都系属于美国 CIA 人员。呢几年嚟透过一间投资公司嚟掩饰佢哋自己嘅身份，后来仲笼络埋神户组嘅伊藤武，利用黑帮嘅势力将一批批 CIA 印嘅假日币流入市面，等日元慢慢贬值。CIA 仲叫高桥喺香港追大利银行总裁嘅女美时。跟他结婚作为日后的部署，谁知高桥和伊藤的女人通奸，所以他就将 CIA 和黑帮交易的资料连同美雪手上各位议员勾结黑帮和 CIA 的证据留在身边做护身符。个零礼拜前终于被伊藤发现了，于是高桥就和美雪带了神户帮一大笔钱走了。 CIA 和黑帮找不到高桥，唯有向他未婚妻 Macy 身上着手。昨晚 CIA 怕件事太过张扬，所以连赤川都调走了。呢劑嘢夠大鑊啦啩？咁呢事唔係好危險 ？Exactly 啊！咁我唔可以走啦，我揾到佢先得。喂，我留喺度，我幫你手啊！點敢唔留你啊？你咁廢得，用咩打爛我塊面？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みんな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何か？よく聞いてくれよ。あ、鈴木君。あ、君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先ほど青島議員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あると聞かされた。今朝。会員制クラブ A が襲われた。襲ったのは男2人、女1人の中国人。以上のことを頭に入れて捜査に当たってほしい。以上。はい。はい、なんだけどやんね。AV なんだけど。もういいです。ちょっと可愛いからいいじゃん。絶対売れるっておい。なんだよ。そうそう。これいいじゃねえかおい。逃げられちゃったよ。咩都冇曬啦！你快啲嚟救我啦！正正咁啦，打人上嚟文品噶吓，
你哋唔惊嘅咩？仲走？我点走啊 ，Macy 小姐？又系你叫我嚟，又叫我走，我好难做的。边个叫你嚟啊？你发神经啊？喂，你打俾你爹哋噶嘛？你爹哋 call 我噶，我咪周身冇啊，星星保镖咯。佢咪就系你爹哋请嗰个打人唔系咁品嘅私家侦探兼保镖咯。我唔会再信你哋噶啦。诶、欸？你想点啊？唔好再嘈啦，杀咗你噶。好嘈！救命啊！我抵手出嚟，草丛搣烂晒你衫，跟住又奸，奸完之后砰砰声杀，杀完咦淋淋咁奸，奸完之后再杀。嗱，唔好嘈啦。咁搞翻我自己个脸系咪啊？白翻呢块面。喂，掂喎。原来我同你缺点一样，最紧要快面。唔好想翻港啊！早啲翻去都好嘅，我都知道呢件事令到你好难过。既然啲证据都唔喺你手上，留你喺度都冇用，因为啲黑帮唔会香港揾你。喂，你放心喎，有我24小时喺你身边保护你。多谢你，星星。哇！你個嘴邋遢啊，攞啲紙巾抹嘴啊！潤唇膏嚟噶，我咁多紙巾嘅你，日本通街隨手可得啊！嚟啊，醒包你啊，袋住佢啊！喂，沙姐啊！喂，係啊，啲行李我攞曬出嚟噶啦，你換翻件衫先啦。唔該曬。喂，走！止まれ！路上走！どうしてここか分かったんだ。ティッシュをもらっただろう。新宿や池袋あたりでティッシュを配ってる連中、あれは全部うちの組が仕切ってんだ。お前たちを捕まえることぐらい簡単なことだ。好鬼類似嘅，人哋派紙巾噶。喂，赤石はどこだ？組長が早く知りたがってるんだ。言わないとお前たちの命がないぞ。殺さないで。高橋を見つけることはできる。本当は高橋に呼ばれて日本に来てるの。ミスが分かんない。佢話佢同高橋夾計。中間係日本人可以同佢注意。私は彼と明日の午後三時にレインボーブリッジクラブで会う。我約咗高橋聽晏晝三點鐘喺彩虹會所見面。你死白妹呃我哋，我哋咪呃佢。もし私を殺さなければ、彼を引き寄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ヤマト、はい。取引成立だ。車に乗っていただけ。今夜はゆっくり休んでもらおう。はい。小心啊！佢哋揾到證據一樣唔會放過你噶。阿媽咧。逃がさないぞ。殺だ。我哋報警啊！唔係報警。谂住揾多啲人护送你哋去飞机场啫。老细，你冇事嘛？咁迟噶你哋？我哋一收到电话即刻嚟噶啦。咁而家点啊？诶，跟落嚟。咁我哋点啊？收工。睇下边个？高桥，我喺度嘅。你捉咗佢，唔搞咁多嘢做咩啫？唔系我哋捉噶，八日前佢同美少揸住架车喺北海道冲咗落山，佢昏迷咗入咗医院，美少又入咗雪房，
那邊的警察根據他的指毛查到是我們國防部要找的人，於是在高橋昏迷期間，我和上司又趕到北海道接受調查。喂，我啊 Miss 啊，我打給你很多次了，都留意信箱的，記得啊，後日結婚的了，在拉斯維加斯等你啊，拜。發生了什麼事啊？我過來找你啊。高橋のフィアンセは中国人らしいな。君が彼女に接近して何かを探り出せ。そして奴らを全員捕まえるのだ。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尋日佢醒翻之後，我哋即刻將佢運翻嚟東京，但係問件都問唔到嘢。後來仲俾 CIA 知道咗，即刻透過美國領事館限我哋廿四小時之內放人，仲話小條毛都升級為外交衝突。咁呢時人先係講大話。梗係啦，等你仲話人八婆，我諗佢諗住拖第日得一日啦。知道我哋身份之後，諗住我哋有辦法救佢啊嘛。喂，你用啲咩挑挑佢咪得咯？挑，佢接受過嚴格訓練嘅 CIA 嚟噶嘛，話過俾你聽冇用噶啦。咁你做咩今朝仲瞞住我哋啫？話你 Mason 乜都唔知，再講你哋聽咗都冇用啦。留喺日本咪就係危險。咁咪真係冇曬辦法？你點知冇辦法？咪講你聽下。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つもりだ？どこ？美國領事館啊嘛，嗱你醒目仔嚟噶，如果 CIA 揾到你，你知你幾大劑噶啦，一家便宜兩家著啦，你將啲犯罪證據交俾我，我轉你做污點證人釘死佢哋。你講咁多，都係放我走，烏鬼死有性格嘅啫你，又棍一棍扭死你。我呢度，大使館の人間はどこだ？別見。自己搞掂。你真的嚟咗啊！快走啊！伊藤要捉你啊！すれば秘密も同時にすべて消えるんだ。それはどうかな。10日以内に俺からの連絡がなければ、俺の仲間が証拠書類のコピーを世界中のマスコミに公表する。当然日本の警視庁も知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俺が長生きしないと困るのはお前の方だ。咩少少危险喎？做大事梗有少少危险噶嘛。銃捨てろ！俺が逃げ切ったらお前の秘密は永遠に守ってやる。よし、分かった。結婚嗰日你冇嚟到，系嚟唔到啊？定系唔想嚟？嚟唔到。捉住我！ありがとう。開車！お前も来い！
秘密を守ってくれんだろうな。だったら俺でも返してくれよ。バカなことを言うな。あれを持っていれば俺の身の安全はお前に保証されるんだ。大切にさせてもらうよ。みゆきは事故で死んだ。あの交通事故で結婚式に来られ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すまなかった。証拠は全部処理してやる。
this is especially for you. 哇！大細燒啦，你嚟嚟，我想揾唔到證據拉埋其他人啦。哎呀，唔緊要啦，佢哋聽日都走咯，我哋開開心心歡送佢咪得咯。哎，做嘢嘅嘢盡咗力咪算咯，你起碼識到我呢個老友啊。我都成日特技人咁啦。係。Hello， 笑下啦，笑下啦，笑下啦。要唔要去醫院度探高橋啊？我可以幫你安排。我唔會去噶啦，神嘅，我已經完完全全忘記咗佢啦。唔信噃，嗯，我哋攞啲 TTTTT 嚟試下佢啫。唔使啦，女子就嚟啦。我今次認真噶，就算佢送俾我隻戒指，我都可以。真係唔要？好出奇咩？我而家掉咗佢都得啊！我啲真係捨得掉啊！飲咗佢啊！唔捨得我幫你掉啊！等我幫你。飲啦！要叫得先，杯。耶！抌咗啦！今次真係抌咗啦！估唔到快證件收埋隻戒指度。我哋唔好話俾我聽，隻戒指犯罪證據啊！梗係啦，傻仔。ニュース速報をお伝えします。警視庁から正式な発表がありました。指定暴力団神戸組組長伊藤武史容疑者とアメリカ国籍を持つ日系ビジネスマン高橋裕司容疑者が本日正式に通貨偽造と偽造通貨行使の容疑で起訴されました。また3名の国会議員がこの事件に関与していたとの疑いもあり、我加勒比海喎，你又加勒比海，麻烦你攞嚟啊，你犯过睇神嚟嘅。日本政府咧应承保障你嘅人身安全，不过我唔去得啦，实在太多靓女喺度等紧我。我都知啊，都系咁啊，你请我留低。啲靚女俾錢請噶，每次破完嗰啲獎金咧就俾曬佢哋，唔係點會咁薄咁索啊？我冇講過啦。佢咪幾好？喂，喺嗰邊喎。誒 ，stop stop， 行啊行啊，喂，死靚嘅韓溝女。なんだよお前ら。ふざけんなよ。どういうつもりだ。我咩？我聽唔明。我話俾你聽啊，你睇你油頭粉面成個乸型咁，點識女朋友啊？我俾我識功夫，你小心啲啊！我一手可以將你五馬分屍啊，攞去喂狗啊！你知唔知啊？嘥氣啊你！佢唔識聽噶。而家同我翻譯啦。伊多庫奇多，卡諾佐尼卡卡瓦魯納。什麼？你們要把我五馬分屍？你們是誰？傻國語啊！你以為我不懂啊？我告訴你，我是他的債務人。You know？ 我是他表弟，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你想怎麼樣？没有怎么样 ，sorry， 好鬼类似啊你。表弟你好，完全是误会，对不起。我表弟唔话俾我听，